说把这个当成环保袋用，然后背饭盒。看一下今天的 OOTD 是什么品牌的？好吧，这个是我跟你最喜欢的那个品牌的裤子。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这个品牌的衣服？因为它穿起来很丑。披上你最爱的 GD 老公鞋。对，因为今天是自动宝宝的生日，所以快乐。他不会看我的频道，好吗？一换地方妈妈的风格，晒一下。这是什么鞋？这不是那一期的小白鞋哦，我这是回力。大力推荐氧气妈妈同款。但是这个很好看哦，你看我穿这个又年轻，然后又帅气又水气又有品味。超漂亮的这对耳环，而且这一条裙子真的超适合你。你介绍一下，你觉得你今天最推荐的单品是什么？这个真是很漂亮啊，我觉得就是你夏天的话去大夏的话一定要戴的。只要耳环好，哪里都是巴黎的。多少钱呢？好像是10块。哎，给我连拿来吧你。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镂空的一个背心，然后你这种瘦人才能穿的紧身喇叭裤。来看一下你的雪流星包，他说把这个当成环保袋用，然后背饭盒。淡定，常规操作。最近入手最满意的一套淘宝系列，小资资金。其实这一个西装外套100多，然后裤子100块人民币都没用。我自己个人呢，就不太推荐这一个西装外套，面料就太薄，没有那个形态那么好。它这个西装裤子的小心机在哪里？在这两边，而且呢，它有一点高腰，它可以修饰你的下巴，修饰的非常好，100人民币都不用，绝对不是广告，你值得入手。